各位亲爱的小老弟、老铁们，跟来聊。今天这一集，我们来测试一下都市的传说哈。听说就是我们现在点这个 Uber 啊或外卖啊，我觉得那个视频好像有点扯哦。他说他现在这个外卖员这样绑啊，好像是绑死结。那他说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帮你快速的拆开哈，不然像他现在绑这样子，应该也是可以拆开。可是我们常常拆不起来，我就想要拿剪刀剪嘛。他说不用哦，他说是两边一直旋转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乱讲的，那我们就试看看这一集，我们来验证一下。他说一直旋转，一直旋转，然后就可以用推的，他就会掉出来。我心里在想说，那个的影片是不是在骗人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外卖的这个打死结的两侧的这个塑胶袋的头，我把它绑得很紧啊，就是我把它一直这样卷，一直卷，我看它会不会跑，看能不能推出来哈。那我们再来看说他讲的。把它用近一点给你们看啊，看是不是真的如他们讲的，是不是骗人的或唬人的。我现在把它转得很紧，因为它这个现在是好像死结。那我们试看看，然后往内推，往内推，它就说可以推出来，来试看看啊。你好像真的可以推出来耶，真的假的啊？哎呦，各位同学是可以的哎，我现在这样推有没有？虽然它不能完全推出来，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结已经开了哦。哎呦，那这样是可行的啦！我的天呐、啊，居然可以！你看我这样推，它这个已经跑出来了，所以我这边就很轻松的，这边就可以打开了，我手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去开了，好吧？那所以这样是可行的哦。以后你们遇到这个绑死结的，你们就把这个头两边就是把它转得很紧，它这样子一推，它就跑出来了。OK， 好吧，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咯，成功了。